在看到是不让韩国知名的 BTS 防弹少年团转美于前，台湾的董事长乐团最近呢，他们也以专辑《季》一同来角逐的是美国葛莱美奖最佳唱片设计包装奖。而且呢，董事长乐团哦，他们还打算一起来到美国，就在第61届葛莱美音乐颁奖典礼的红地毯上，董事长乐团将要一起亮相。我一直有一个念头，有个希望，就是可不可以有一次，我参与的唱片是一张东方的乐团，用乐团的概念来参与葛莱美奖。我们加入了很多台湾一些本土的元素，包括一些民乐器，包括这次一起合作的九天民俗技艺团，也是在台湾很具盛名的一个演出的团体。我们用他的古镇，然后来创造出属于董事长的音乐。他们也非常的惦记我们的乡亲，所以特别在台湾会馆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演出。我想表示他们心里还是惦记着我们的侨胞。那我想在海外听到他们的歌声呢，会更有感触。萧清扬表示，很高兴能与董事长乐团一起来美参加2月10日的颁奖典礼，不只能让全世界听到与看到来自台湾的优秀音乐作品，内容融合传统国乐与西洋管弦乐，将许多复杂元素井井有条地编织成为一首首国际化的摇滚音乐。且专辑封面的包装设计则从古字“祭”出发，融合文言文、图腾、庙宇技法、金粉作画等，是巧妙融合古典与现代，且兼具中英文翻译的国际版本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